当然，今天课程的纲要哈，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哈。第一个呢，我先会先哈把自己稍微简介一下哈。第二个，介绍一下参考的书目。再来的话呢哈，课程稍微做个内容简介。当然，你能从这个课程呢学到什么？不过今天呢，只有7个小时啊，7个小时能够讲的内容，其实当然哈，不太可能像一般那个常规性的课程讲的那么清楚。那范例部分的话，我会举3个实际上的例子。那不过可能最后一个例子是当各位的练习题哦，可能如果时间上来不及的话，那最后一题就当成各位回家的作业，好 ，OK， 就是会有多一些练习题的哈。那你要想说活学活用，比如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产生什么样的报表，那这个地方如何利用枢纽分析表自动帮你产生？好，那首先的话呢，我大概第一个哈，稍微讲一下我们这个学习目标了哈。那主要的方向啊，其实最重要就3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产生枢纽分析表之前哦，记得你一定要先做资料的正规化。很多人对于那个资料正规化比较没有概念的话，你就没有正规化的资料丢给枢纽分析表，所产生的这个枢纽分析表的结果，那一定会惨不忍睹。所以很多时候哈，问题应该是出在资料的正规化，就是资料处理成枢纽分析表能够吃得下的一个资料形态哦。那里面当然你需要什么栏位名称一定要很准确，比如说你不能给它一个编号啊，编号出来结果一定不会是名称，所以如果你要变名称的话，你要把名称查出来。好，那第二个的话当然哦，还有其他包含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跨栏至中的，很多跨栏至中哦，当然也不行哦，特别重要，你要把那个就是枢纽分析表需要用到的资料一定要用类似像资料库哦，你要有资料库的概念。好，那资料库里面的话大概长什么样子，你就要把它做出那个样子。那后面我们会讲一下如何做一些简单的资料正规化啊。再来的话呢，利用已经资料正规化好的资料呢，做所谓的资料分析，然后把图把表先做出来，再把图做出来啊，最后呢做一个交叉分析 OK， 那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OK。 那学习目标大概是这些，所以3个范例里面都会讲到这些了啊。另外我会补充一些有关那个就是再更进一阶的，就是说如果你每天做重复的事情哦，有没有办法让那些事情不需要重复做哦？不过不需要重复做的话，你恐怕就要学一点简单的程式，因为简单的程式的话哦，可以自动一键按下去，自动把所有的报表帮你产生，是绝对办得到的。因为现在很多工作上面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哦，只要你固定的流程按一个按键呢，自动全部都完成了哦，所谓的那个工作的自动化了哦。那首先的话呢，因为对这边其实不陌生啊，一来感觉好像来了那个五星级饭店哦，好像今天感觉是来享受的，不过后来发现今天好像不来享受的，今天是来分享的哦，感觉不一样，美轮美奂的哦。那首先的话呢，我是要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其实如果可能你要找到我相关的资料太容易了，因为网络上面的话我分享太多的相关的包含部落格，所以如果你 Google 啊吴老师的关键字，第一个就我的部落格 OK 好。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我的 YouTube 频道，那我 YouTube 频道影片太多了，我从2006年有 YouTube 开始，我就利用 YouTube 上传一些教学影片，那主要是因为上一些课程难度有点太高，学生跟不上怎么办，录下来给他看，好，录完了回去自己看，好，不会的话是你的事，我已经录下来了嘛，对不对哈？尤其像那个程式的课程，所以我现在教的课程这个算是最简单的哦，最简单的，因为呢不需要写任何程式啊，真的太简单了。我还倒比较建议你们可以多学一些程式，因为如果你不写程式就土法炼钢，就是你滑鼠键盘一直不断的在操作，那如果你会写程式的话写一个回圈啪啪啪全部就做完了 OK 好，待会我会演示给各位看啊，太好用了啊。只是说呢那按部就班啊，我们就是先了解那个重点在哪里然后慢慢的话可以可程式化就可程式化，所以你在网络上搜寻相关的影片不过目前我教最多的还是以 Excel 为主啦，好 ，Excel 里面包含相关的应用跟那个 VBA 的程式设计，还有资料库的应用。另外的话，还有现在比较夯的像 Python， 啊 ，Python 我也加，然后 VBA 到 Python 的课程我也混用的方式我也在网络上有做分享。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自己在那个 Google 一下那这是我相关的简历啦。
当然我的简历比较重点应该就是哈，我程式设计已经写了20几年的，教程式教相关课程的哈，经历大概也应该有20年左右吧哈。那另外的话呢哈，当然在学校单位哈也有帮忙教一些课程，还有业界到学校去帮忙哈，讲一些实际的案例哈。那另外有那个实际上的那个创业经验啊，那也得了一个金风奖哈，杰出创业楷模。另外的话呢哈，我也是一个 YouTuber，OK 哈，不，其实不是，我不是 YouTuber 啦，我是把影片放上去，我并不是刻意的把自己变成网红了哈。不过目前的关那个订阅人数也有两万，大概2.3万吧，23K 左右哈。那观看次数的话呢，看一下好像也500多万次了。我频道里面其实没有一些搞笑的、啊、不像一些网红，你看都是介绍吃喝玩乐。好，我女儿最厉害了，她比我还厉害，什么哪一些 YouTuber 她都巨细迷，比我还了解。那我里面放的都是教学影片，好，教学影片、啊、如果说你想要学一些、啊、工作上会用到的话，欢迎你到我的频道里面，好，可以找到一些，我想你应该可以看到蛮多东西。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啦，那个自强工业基金会、啊、去年颁了一个奖项给我，卓越贡献教师，应该没看错哈、哦、，OK， 好、哦，卓越贡献。那个文大的推广部也颁了一个奖项给我，好、哦，叫趋势先锋，哦 ，OK， 那旁边站的好像是一个律师吧，叫什么忘记了，蔡志雄还是这样是吧？哈、哦，不过他跟我比的话，显得他有点太瘦弱，啊、哦，不是，其实他本来没那么瘦了，是因为我比较胖，所以我刻意把图调瘦了，变成他太瘦了，啊、哦。我最近有稍微瘦一点了，因为我克制了一下，因为饮食太好了。那另外的话当然证照也是一堆了，当然有时间我就考试，不过考试并不是说我今天需要证照，而是我先想要尝试一下证照的那种感觉。所以上个月的话又去考一张那个拍场3的证照，大概花100，他考试时间100分钟了，不过我考10分钟就出来了啊，因为我只是体验一下哈，不然的话以后要教学生说，哎，你要去考证照，结果老师你有考过吗？哦，我考过了，对不对？好啊，如果你没考过的话，你没有说服力嘛。我想在学校当中很多老师是根本自己都不熟那个东西，然后来教这个东西，那当然相对的哈，教出来品质就有问题。OK， 而且哈，最重要是实作，因为我不是只有那个哈嘴巴会讲，我还真的会做。OK， 而且我写的程式啊。我课程里面所写的所有程式，每一行都是我自己写的，当然会参考别人，可是还是会改写成自己的样子，用自己能够理解的语言哦，去把程式写出来。那这样的话的好处是哦，你不用死背 ，OK 哈、哦。所以我的证照大概不知道几张了，应该有三十张有了吧哈、哦。那订阅人数的话哈、哦，也突破了23000。那接下来的话，参考书目啊，所以刚刚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其实。重点应该是在，我想比较大家比较能够记得起来，可能过 Google 吧，哈、哦，因为现在我发现哦，你实际上的经历哦，慢慢还是要转换成那个、现在比较潮流的，啊、哦，比较有意义，否则的话呢，一般人还是记不起来。那我这个课程里面有参考一些用书了哈、哦，包含这一本，我觉得还写得不错，有即学即用哈、哦，什么超简单的 Excel 枢纽分析。啊，这本书哦，它是齐标的，那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啦哈，它有台湾翻译过来，我是觉得这本写的还蛮有系统的。那里面的话呢，它讲举例啊，把 Excel 里面可以用到的功能呢，都稍微说明出来。那当然呢，其他的话哦，在整理资料，我刚刚讲过，资料正规化之前，恐怕你还是要了解有关函数的应用。好，那函数应用的话，我这边举一本书了哈，468招，它其实468个范例，里面就是把所有 Excel 250几个函数哈，通通都做一些说明。那这个当然在你们讲义里面哈，应该是第11页里面就有了，我有把那个再把它包进来。还有其他有关资料正规化处理的话，可以再用到 VBA 哈，这几本书给各位参考。那再来的话，有关哈就是。除了说上课的讲义之外，那可能会用到一些，写到一些可能公式或者一些程式好了，好、哦、后面可能会带一点简单程式。如果说你担心那个程式你打不出来或打错的话，
好，那我云端上面有放啊，不过我们这边好像联网有点问题啦，不过至少我把它放在这边。那、啊、你有需要，你可以联网的话，你可以利用这个哈、啊、gg.gg， 这个是一个网址哈、啊，它会自动转址。那后面的话呢，就是枢纽分析的英文叫 private tables。OK， 如果你连进来之后的话哈、啊，那当然它会跳到那个我们云端上面。好、啊，那这边的话呢哈，我是啊在这边啊，如果你跳进来的话，应该会看到枢纽分析表的基础跟进阶班里面会用到的，所谓云端白板呢、啊，因为这边不好写白板，所以我就把那个会写到白板上面的东西，把它写到云端上面的。那里面包含哪一些呢？就是可能会用到的相关的公式哈、啊，跟那个一些程式的语法啊，可能会用到一些程式的。不过我写了之后哈、啊，感觉还是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因为有些东西啊，你要自动化一定要会写程式。那怎么写哈、啊？我想你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云端这个网址，刚刚提到这个 gg.gg 啊，斜线哈、啊、，private tables 啊，这个。那今天的话呢哈、啊，我们就赶快哈、啊、进入到主题了哈、啊。所以第一个的话，请各位呢先帮我开启那个我们的练习档。那个练习档的话呢哈、啊，在我们各位应该都有那个练习档哈、啊，那你就把练习档里面呢，请找到。叫做通讯产品统计的这个原始档 ，OK。那第一个的话呢，大概我们就我刚刚讲过了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先做资料的正规化，资料正规化之后的话呢，哈，再把它加到枢纽分析表里面，然后做出我们要的样子。那里面呢，大概包含了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我把也刚刚讲的哈，资料正规化 ，OK 哈。然后呢，里面呢，可能就是说呢，把资料正规化。那正规化里面包含哪一些东西呢？细节部分呢、哦，请各位稍微把档案打开之后，那你可以看到、哦，大概会有几个哈、哦，你可能要注意的。我刚刚讲过，如果你要做枢纽分析的话哈、哦，你可以看到哈、哦，在这个表这个范例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部分呢，是我将来要分析的资料来源，但是会有几个问题啊、哦。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它的资料编号部分的话呢，它都是用就是跨栏置中的方式呈现。那特别注意哦，你在做枢纽分析的时候啊，一个大忌啦，千万不要有这种东西跨栏置中，因为在资料库里面啊，没有所谓的跨栏置中。好，那所以第一个啊，你需要怎么样？先把那个跨栏置中的部分哦，把它取消掉。OK， 好，如果你没有把它取消掉的话呢，会产生问题啊。第一个，不过哈，因为我这个档案有更新过，因为它那个区域编号哈，好像就是有点问题，跟最后做出来结果不太一样。所以哈，如果你的那个你的范例里面哈，区域编号里面哦，待会哈，如果跟我的长得不太一样哦，请你稍微把它改成一样好了，比较最后结果会是比较一样哦。那我的就是第二。就是 C 栏的第二列到第四列应该是 A01 哦，如果你的好像不太跟我不一样的话，请你把它稍微改一下 A01， 然后第五列到第六列是 A02 哦，然后第七到第九哦是 A03 哦，然后再来就 A04 两个哦，然后就是1234吧哈，就是01的三个哦，02的两个，03的又三个，04的又两个，然后底下的话呢就是01三个。啊，零二三个，然后零三的话呢，那又两个啊，最后一个 ，OK， 那这样的顺序啦。那只是说呢，哈，我们第一个啦，如果你要把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哈，拿去做枢纽分析表分析的话，那第一个是行不通的，所以你要先把资料正规化。那正规化部分的话，第一个哦，就是要先把跨栏置中把它改成没有跨栏置中，这第一个问题 ，OK， 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这里面都是编号，有产品编号跟区域编号，但问题我要统计的是名称啊，所以怎么办呢？你需要把什么呢？把这个名称哈、哦、放到这个就是编号的后面，好、哦，所以特别注意啊，这边的话有第二个需求，就是如何把编号再把它的名称查出来。哦，所以这边的话可能会需要多两个栏位，一个栏位是什么呢？产品名称，一个栏位是区域名称。哦，那最后的话呢，当然这样的才是符合枢纽分析表可以用的一个资料形态。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资料形态之后的话，那我们才可以拿这个资料哈、做后续的枢纽分析表应用。所以第一个我们待会呢会用到的就是讲到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资料的正规化，也就是以后哦，你的资料来源不是那么正确的话哦，可能要说多做一点事情哈、所以刚刚讲过哦，你这个地方可以先试做看看啊。如果哦，待会有时间的话，可以先把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如何把那个字中哦，跨栏字中取消掉。然后呢，如果取消的话，会有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它里面哦，所以你要把它取消的话，你可以找到常用里面的跨栏字中，再按一下它就取消了。但是问题底下会有空白的储存格怎么办？你就必须把这个范围的资料哦，再把它填上跟上面一样哦。OK， 那上面一样的话，你当然不是复制贴上，复制贴，给人家花很多时间。好、什么方式比较快了、OK， 这个可能先试做。第二个就是说呢，在那个我们的这个编号的后面，再帮我做出两个栏位啊，这样的资料就是第一步、所以待会有时间的话，可以先试做看看。那第二步的话呢，才是建立枢纽分析表。那枢纽分析表里面的话呢，我们会了解如何新增移除这个分析表上面的栏位，因为它这个栏哦比较特殊，说它纵向是列，横向才是栏，那上面会产生它的栏位的名称，可是那个名称如果你不希望显示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让它不要显示哈？啊，再来的话调整这个枢纽分析表的栏位哈，有些哪些要哪些不要，啊，再来做一个筛选，哦，并且做更新，最后做美化。哦，然后呢，我们最后再把那个枢纽分析表的图哦给画出来 ，OK，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要按部就班的话，该怎么做？哦，那待会的话呢，哦，我们其实这示意图啦，在第16页的话，就有点像是把第一个先正规化成像画面上看到的啊，有那个名称，然后呢有那个地区啊，最后做一个表出来。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我们做好的这个表，然后呢再把它做成枢纽分析表。那里面的话呢有哪一些重点，待会跟各位做说明。第一个先想想看我刚刚讲的，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第几页，第18页吧，18页这边有一个示意图，18页变成第19页的样子，这两个的话呢可以参照一下，待会再跟各位做说明这个细节部分呢要怎么做。我先试一下，把那个范例档先打开，好，然后试着做做看。待会我们再讲一下第一个有关这个资料的正规化部分。